南京队落后五分，来看看南京队的反击。来来来来，过来，一脚，六射六射，六射六射。两位内线队员提上高，防守线外，这下齐热自己强投一个，呼嚯嚯！谢立江即使这下失去投篮节奏，但是照样张手就中，太准了，没有位置，换你做一个，亚龙帮你做一个。谢立江不愧是一名这个 CBA 联盟顶级的投手，在南京队那就是大哥呀。我觉得除了教练就得听他的了，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。14-12，谢立江为球队保持在场上的差距，现在是两分。江淮来回的利用掩护，在右侧底下寻找传球的队友。孙明辉，这一下造成李鸿鹏的犯规。OK， go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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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追梦队继续进攻，下面下面，白金发球，白金和米兰也来到场上。孙明辉这次在罚球线的中距离，篮板球，来自刘东，为同级队保护好这一次篮板。好的，刘东，哎，好篮板。你别防我，你投我就防他呀，你下球就不投了吗？同级队进攻。抢着14号王旭，谢立江手，还米兰提上的这次压迫也是得到一个个人的犯规。Careful， 你弄人包，哎，篮板注意啊！吴兴瑞这边夹了协防。现在比分，同济队12，追梦队14。这家拆到刘东，刘东干嘛呢？这次的进攻没有收获任何的效果。Go finish。Let's go, be aggressive, be aggressive。单侧，单侧。比分在这两个回合没有变动，还是14-12。江淮，接住他。看看这下想到米兰的掩护失误了，漂亮。同济队转换，把比分扳平，14-14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凯坦，凯坦。保卫下去，保卫！有有有！追他冷开！现在两边打平，第一节还剩下3分40秒。孙明辉，基地漂亮，篮下米勒分球！这传就传的，来自孙明辉的见缝插针基地妙传。好的后卫还是不太一样啊，肯定的，你要找到国家队的后卫，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各方面都是很强的。追梦队再次领先16-14，希热力将拿球过半场，来组织进攻。看看王旭这一下蛇形突破，漂亮，自己冲击篮筐，高跑上篮命中，16-16，王旭展示个人进攻能力。有人，有人 ！Make pressure！ 这是一场高水平、高质量的对决。江淮给到郑志超，再转移，看看米兰，给到孙明辉的手里手。孙明辉进来之后，左手上，哦，被这刘东给盖掉。谢立江带球队的转换，外线3分命中，对王旭打出高质量的转换，同济队展现了他们快速灵巧的作风。现在19-16，反超比分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暂停 ，time out。防守，防守，除了西热，其他人不要加，好吧？那个打一这个孙明辉，然后向志超，然后下来掩护，等着掩护，从上线走到这儿来，然后传球给那个孙明辉，然后下肉。
Defense is okay now. 防守不错了，防守不错了。Every time you happen this or when they make a red here, 他们这边打延误了。Don't let this first pass. 啊，先不让这边 On the red, no first pass. Just keep aggressive defense. 你要保持啊，防守今天是你。Let's go. 加油！来，暂停时间到。来吧，再把给两队的加油声，各位掌声尖叫，追梦队加油，追梦队加油。掌声还是孙铭徽出指一号位，在场上组织进攻，给到提上的张永鹏，再给到中间张志超冲击篮筐，右手上背一击，这第一下同级队员已经有盖到，但是跟进还是把球送入篮筐，现在追梦队落后一分，南京队骑着丽江，对上孙铭徽在右侧组织进攻，张志超从中间走，别走，追梦队暂停回来之后果然是有所改变，这一下十四号王旭变向合球之后自己三分出手没有命中，张永鹏收下篮板，再次给到孙铭徽，太阳太阳我一个，孙铭徽两次运球之后展示中距离基本功，中投命中，漂亮漂亮，孙铭徽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秦毅咱出个换完又要倒错兵，哎对对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现在20-19，追梦是反超着一分，给到刘东，刘东也是灌篮第三季的球员，别多管闲事儿，哎，给到绕切的队友，但球没传好，张子超这一下自己运球向前造成对方犯规，你让刘帅去防希尔，不要让那个谁说明会去防他，消耗他就不用用，那个谁刘帅太慢了，没事，刘帅有升招可以防了，可以照着刘帅，刘帅换人，第一节比赛还有正好的一分钟时间，两队20-19，追梦队领先着一分，追梦队前场球进攻，张志超横向的移动再给到孙铭徽，大概米兰的掩护之后两人上抢，孙铭徽，孙铭徽视野非常好，找到张志超再给，继续分享球，刘帅底线三分命中，刘帅三分投的挺帅哦，上去就进啊，帅帅好，23-19，四分领先。追梦队在刚才打了一个非常耐心的进攻回合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看看同曦队这边，王子睿有一个小打大的机会，横向撤步之后也尝试三分，但这个结果完全不一样。一次。而这边，慢点，追梦队，慢点，抓到第一节最后一攻的机会。孙铭徽在场上控制时间，追梦队第一节最后一攻还有7秒，张永鹏的提上，孙铭徽这下自己来，失误了，1秒时间，时间到，第一节比赛结束，23-19。